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如今江湖上那些宗门人想要杀的人已经不是你了，他们把目标转移到了我身上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所以啊，你现在跟着我会比你自己更危险，而且我也差不多该离开这儿了。你以后一个人闯荡江湖一定要小心，遇到厉害的不要硬跟人家打，打不过就跑，跑不过的话认个怂也没什么。我在这里等你。 你在这儿等不到我的，我要去找罗明轩。嗯，记住了吗？打不过就认怂，保住性命才是正经事儿。我要怎么认才比较怂？看着啊，少侠在上，小女子甘拜下风。 少侠，少侠，少侠，你还挺傲娇啊！哎，够不着啊，师傅。 拿着吧。当初我收莫青入万鲁门后，给他指了个师傅。难道这个师傅是个修仙的老道长，或者是修佛的老和尚，才教出了他这样的德行？还是说他不喜欢我这么直接的撩法？换一种试试。还是说他不喜欢我这么直接的撩法？换一种试试。师傅，你的眼睛漂亮的像装满了星光的夜空一样。 那么好看，像装满了透亮的星星一样。哦，原来你好这一口，师傅，我好像被你的眼睛。 迷住了，什么情况？方才不都？
都被勾引的愣神了吗？算了，今天撩到这儿应该差不多了，可以提条件了。师父，徒儿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徒儿最近修炼功法，总觉得力不从心，大概是身体里气息不够。师父这儿可有什么丹药助我调理内息啊？师父对徒儿真好。丑八怪啊，丑八怪，看不出来你原来还是个小闷骚吗？被人撒娇，被人夸奖，面上不动声色，其实内心已经悄悄暗爽的发抖了吧？看来以后我得改变策略了。你看到了吗？不可说，不可说，扶起来，扶起来。师父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无恶殿。为什么突然要去无恶殿啊？你不是我徒弟吗？门主徒弟，哪有住在戏月峰的道理？这小丑八怪。你不想去？啊，没有，想去，去啊！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哼，你就是喜欢上了这个身体，想跟他住在一起，时时刻刻都能看得见、摸得着、占便宜是吧？别以为我看不透你，你这个小闷骚。师父，这条路太长了，我腿都走酸了，要不你背我吧。过来。我很重的。背得动。走了。快点儿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师傅这鲛人砂摸着还挺舒服，我忍不住多摸了几下。摸吧。我的功法呀！师傅你累了吧？不如把我放下。不累。
小丑八怪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这床摆放位置的蹊跷。隔壁不就是你清波殿的床吗？那拆了这堵墙，不就等于和你同床共枕了？贼心招人若饥。既然近水楼台，我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？师父，我来看看你。从六合仙岛回来，又赶去江湖小院救我，你一定累了吧？师父，你怎么还在忙啊？为何不休息？你都好几天没有合眼了吧？无妨，处理公务并不麻烦，不如与人叙旧那般耗神。走吧，跟我回万路门。等等。我许久未和大伯父见面，我想和他叙叙旧。叙旧？这小丑八怪难道是在吃纸烟和秦千贤的醋？他们可是亲戚啊，真是爱得走火入魔了。不过算了，谁让六合天一剑在他手上。师父，被江武抓了，秦千贤如何知道你在哪儿？我抓住机会给他报了个信儿。没找万路门的人？罢了，是我疏忽。师父，你就不要生自己的气了吗？你看我不是好了吗？不对，还是有点痛的。哪里痛？师父，我心痛。我差点以为我要被抓走了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不会，只要你想，我会一直在。师父，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件事要告诉你。说吧。你来救我的时候啊，身姿威武，无比帅气。一身正气，能上阵九天，下撼九泉。师父，你来之时，在我心中眼中，便似梦中天神踏尘来，救我出刀山，远火海，令我神魂颠倒。我知道，这世上已经没有什么能撼动你的地位了。唯有那阴魂不散的陆昭瑶，是你的眼中钉吧？眼中钉。对啊，我经常给陆昭瑶办好事儿，就是想跟他打好关系，从他嘴中得知他想怎么害师父，这样我才能保护好师父。那他想怎么害我？他本来没打算害你的，可前段时间你不是拿着万钧剑去他坟前显摆了吗？他就想找你报个仇，意思一下。可是后来又看到你把他以前的阵法也抹了，台子柱子都给推了，于是他就想回来抢夺门主之位了。你帮我告诉陆昭瑶，他若能回来，我这门主之位拱手奉上也无妨。师父你可真大方。你受伤了？担心我？本来是担心，不过师父这么厉害，世上应该没有什么能伤得了你吧。大家都来尝尝，又香又好吃的烤串，大家过来尝尝呗。哎，来尝尝烤串。这多放点。对对对，
赶紧吃好啊。还吃吗？嗯，我还要再来十串。哎，好嘞。师傅，你不吃啊？味道还不错。我看着你吃，味道也很不错。师傅，你不会害羞了吧？啊，师傅，我好像吃的有点多，我离开一会儿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茫茫人海哪能找到你魔头啊？嗯，哎呀，腿都站不稳，你还要练功夫报仇？你魔头，见到你我就安心了。嗯，你先前怎么和厉晨岚打起来了呀？黄昏的时候你们打的真的是……哎呦，厉晨岚就在那儿，你躲起来。嗯，好。我要是一会儿跟小丑八怪离开，纸烟又不会顺行术。厉晨岚若是白天见不到我，岂不是完蛋？看来今晚不能离开江州城。你没事吧？师傅，我难得来一趟江州城，不在此处游玩一番，着实可惜。嗯，不如师傅你先回陈绩山，我在此处盘桓几日，如何？此处恐怕不安全。哎，不会不会。有西山主在这儿，谁敢欺负我呀？而且我又不会逗留很久。再说了，师傅你又会顺行之术，忙完了也可以来看我。嗯，好吧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？不许让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。哦，好。秦芷烟，你是老天派来整我的吧？你来江州城干什么呀？黄昏时候你和厉晨岚打得噼里啪啦的，我担心你吗？要你瞎操什么心啊？算了算了，今晚找个客栈先住一晚，明天回司马荣那西山主，芷烟姑娘，有什么事吗？闲得无聊，不如下下棋的话，姑娘并不是对手。点面条，或者出去逛逛。我已经吃过了，你要是饿了的话，可以找其他的朋友。出去吃上一些。西山主说笑了，我哪有朋友啊？小丑八怪，我只有我喜欢的人啊。哼，那纸烟姑娘喜欢的人是？我师父。那正好，你就跟陈岚去吃些东西吧。啊，师傅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不久。走吧。嗯，师傅，我刚是闲得无聊，想找西山主玩玩，我们去街上吧。啊，哇，这演技真的是一绝呀！先买一串糖葫芦，垫垫肚子吧。嗯。
叔叔买的糖葫芦真好吃。芷烟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跟我走。放手。你放手。你放手。好好好，我数三二一，一起放。三、二、一。真的答应了，还有这样的事儿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去不去？去去去去！哎，记住握住他的手，说师父最好了。哦。啊，谢谢师父。让他备个车。能。坐马车吧，沿途风景一定很好看。林子玉，在，备辆马车。是。干嘛？害怕？我真不知道你在怕什么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奇怪，我慌什么？我陆昭阳风里来浪里去这么多年，什么俊俏少年没见过？不就是被看了一眼吗？这小丑八怪没觉得奇怪吗？哎，算了，就当我没说过。你若是能把眼泪给我憋回去，我可以勉强考虑带你去一趟剑心门。嗯，好。但凭你这修为，到了锦州城肯定被戳成窟窿，所以以防万一，我们还得带一个人。谁啊？李晨兰。他怎么会答应？为什么不答应？他不是才和你吵架吗？要不你去哄哄他吧。哄？啊？哄是什么玩意儿？不会。啊，你怎么连哄人都不会啊？就像哄小孩一样啊，你可以做他喜欢吃的东西，然后等半夜给他送过去，再说点软话，陪他聊聊天，赔个不是。洪秀天香温柔可人的，就小孩伎俩。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哄人。芷烟姑娘，门主睡了，明日再来吧。你怎么知道门主睡了？你和他一起睡的，还是他写了封信告诉你啊？反正不管门主睡没睡，他都没说过，您可以进去。哎呀，让开！哎，您不能进去啊，芷烟姑娘，芷烟姑娘。门主，芷烟姑娘硬闯进来，属下着实拦不住。师父，我是来表白的。我喜欢你，
师父，我知道你误会了我和江武暗中勾结，图谋不轨。但当时是情况所逼，为了救西山主，我只能那么说。我对江武真的一点心思都没有。师父，我全心全意爱的都是你。有多爱？胜过长鹰爱长空，比过野马爱野猿。总之，不爱的江武。你们先下去。是。说吧，又有什么事想求我？师父，我想去锦州城探明父亲死亡的真相，但是一个人去太危险，我想让你陪我一起。你先回去。哦。什么？你就这样直接和他说了？嗯，你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利用厉晨岚？嗯，完了，厉晨岚肯定生气了。你说你平时胆子大，我知道，你做过那些荒唐事，我也听说过。万万没想到你现在还是这个样子。厉晨岚肯定不会和我们去借新闻了。你我这身体还是昼夜交替的，可怎么办呀？嗯。我全心全意爱的都是你。有多爱？胜过长鹰爱长空，比过野马爱野猿。我觉得刚刚小丑八怪应该是被撩到。你魔头，你真是好自信啊。等着吧。等什么？等厉晨岚。门主恕罪，是属下办事不力，没能拦住纸烟姑娘。好，做得很好。派人通知司马荣，我要的东西尽快准备好，明日我亲自去拿。是。小美人儿，锦州城来的迟了，你可有受伤？厉晨岚护你不好，不如来找我，七夕节顺恩镇见。哦，原来那晚在御魔镇里出现的黑气是江武啊！这登徒子，把鸟毛拔了，拿去炖汤。是。哎呀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是我出去了。姐姐她出去了。好好待着。是。她不会真的是来抓鸟的吧？像是来捉奸的。我跟过去看看。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杀了个畜生而已。你的表情看起来可不太愉快啊。劝阻秦千贤的事交给你了，是为阿大
会守护你去千城阁。好。明明是魔王之子，天天不是处理门内事务就是看书，一点魔性都没有，唯有那红眼之时还像点样子。像姜武那种肆意猖狂的样子本该更得我心，可偏偏……小丑八怪，你真如纸言所说，喜欢的是他这张面孔下真正的我吗？禀门主，说，前任门主闭关修炼，有不少棘手的事需要您回复一下。知道了，你去趟江州城，护送西山主去千城阁。是。门主，你脸色为何如此通红？是不舒服吗？可否请南山主过来看看？不必了。只是殿中太炎热，快去吧。是。刚刚心动没有？应该没有，我躲得快。可明明亲到了，没有吧？啊，亲到了，亲到了，我觉得好像是亲到了，但是他都没什么反应，那应该没亲到吧？怎么突然要护送西山主去千城阁？大约和凤山要召开的宗门大会有关。陆明轩还活着，活不久了。不能让他跑了，追！
你留在这里。我从深渊里爬出来，可不是回来玩的。你战我便是剑，你退我便是盾。赵瑶，莫谦，这世事从不顺我心，不像你，门主，陆朝瑶呢？我不知道啊。他会去哪儿？他，我也不知道他会去哪儿。他会去哪儿？他会回外路门。阿丹，我还想再找一会儿，可不可以麻烦你让暗罗卫先把苍岭哥哥还有柳卫先带回去治疗？你要去找什么？而且，刚刚门主说的前门主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说来话长，等回头我再跟你说吧。多了，嘘，我就是来找你的。门主，你喝醉了。你躲什么呀？我怕吓到你。哪里吓人了？你眼睛真好看，像天上的星星一样。
你看见了吧？此时此刻，这个世界上能救你的，只有我。听你扯呢，好大的口气！小丑八怪，你是什么时候分清我和芷烟的呀？在你为救柳苍岭接下元杰那一仗时，我便知道了。只有你，才有那种神色与气势。确定之后，你就给我戴上了这个？嗯。这什么？当年在山门前你给我戴上，如今又给我戴上，是很重要的东西吗？你。知道了。在七指地回忆起的一些往事。啊，你先告诉我这是什么，为何一定要带上它？这是亏心镜。亏心镜？我自幼便带着这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。山门前之后，我便想赠予你一物，可除了它我身上什么都没有，于是便将这个给了你。也是那时候我才知道它为什么叫亏心镜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能窥人心。啊？它能让我随时随地看见你在做什么。小丑八怪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不，我也是给了你之后才知道它的作用。我也曾心怀尴尬。尴尬？尴尬你怎么不拿回去啊？我是想拿回来，可我怎么跟你说？这亏心镜是怎么戴在你脖子上的？实话实。实在是不好说。哎，罢了，戴都戴了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就戴着吧，别再提往事了。走吧。
柠檬头，哎，柠檬头，柠檬头，这个送给你。哎，快去占座呀！茶楼的叔叔先生今日有大事要说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那还等什么？快走啊！小丑八怪，我们去听书吧。好。我能跟你们一起吗？腿长在你身上，我可拦不住你。殿外在做什么？今日是七夕。万路门上下都在准备乞巧。对了，千景在我那儿准备了火锅，让我叫上大家，你记得了。好啊，正好也许久未过过节日了。今日顺安镇有夜市，听说很有意思，想不想去啊？想啊，正闲着无聊呢。门主，我也要去。我是去谈情说爱，你跟着干嘛呀？我也想跟门主谈情说爱。这么大个人了，也该正儿八经找个别的人喜欢了。我正儿八经喜欢门主不行啊，都怪你把门主抢走了。赶紧把他给嫁了。门主，赶紧把他嫁了。行了，别闹腾了。逛夜市你就别去了，反正你也没耐心。晚上去顾寒光那儿吃顿好的。乖。怎么了？小时期的醋你也吃啊？真想把你藏起来。这么巧啊，沈千锦也约了你遛弯啊。今夜月色甚美。闭月却有朦胧之美。赵瑶，今日你心情可好？心情还不错，不过你没觉得今天万路门的人都怪怪的吗？怪？你没察觉便算了。这个沈千锦怎么还不来？不会是迷路了吧？我去找找他。哎，等等。你半夜上哪儿买的糖葫芦啊？我，赵瑶。我。你。寒光，湿气力气大，用银针把它扎晕。湿气这体质还真不讲道理。
搞了半天，原来是求亲啊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咱俩这些年在江湖搞了这么多事情，这次啊，干脆搞个喜事吧。我说，搞个喜事吧。我说，来搞个喜事吧。听见了没？陆少阳说什么呢？风太大，病里天轻。请救他！盖闻义正乾坤，夫妇为人伦之始，诗歌周诏，婚姻乃王化之源，是以凤鸣锵锵，卜其昌于五世，妖桃灼灼，歌好合于百年。今立陈兰、陆昭瑶，允称碧荷珠帘之妙，克真琴邪色调之欢。沈阁主，你有看到十七吗？好像从一开始便没有看见他。那个疯丫头最闹腾，不在也罢。别说了，免得添乱。芷烟，不然你去找找他。哦，早些回来啊。好。愿二人百年偕老，永结琴瑟之欢，舞尽其昌，早携熊皮之庆。十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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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十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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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下来呀！那儿危险，女魔头婚礼要开始了。我不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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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去。十七，十七，你痛不痛啊？怎么办？我以后就是孤儿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恩主不要我了。李晨兰，明日来风魔山同我一战生死，赢了的人拥有陆昭瑶，输了的人将命留下。江武，莫清，你在烧什么？没什么，暗罗卫送来的密函。查到破解心魔的办法了吗？没有，暗罗卫回音说查到林子玉在凤山出没。哦，莫清啊，以后这些门中琐事就都给芷烟去做，我看她做的有模有样的，完全不用我们担心，你只管好好养伤。好，听你的。今晚月色甚美，咱们去赏月吧。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再折一只吧。那我再给你折一只蜻蜓吧。还是蝴蝶吧。为什么？我喜欢成双成对的样子。哦，巧了，我也喜欢成双成对。Thank you.
醒了？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。是因为压制了心魔，还是因为我陪着你啊？出去走走吧。母亲，小丑八怪，你醒了啊！陈兰，醒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身体没什么力气，但心里很空旷，感觉不到魔气。太好了，魔气应该被控制住了。哎，我心里这块石头啊，算是落地了。小丑八怪，你吓到我了。哎呀，走了走了走了啊，走了，去哪儿啊？快走啊！放心，我没事。莫青，我爱你。我知道，我不能忍受你有一点差池。我也是。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的。一定会。小丑八怪，我发现什么？封印万钧剑之后，你好像变温柔了，变回你自己了。赵瑶，记得我们初见时你说的话吗？我说我带你走啊。
天涯海角我都随你。李明哥，好了没啊？你换个衣服怎么这么慢啊？来了，催什么催？哎，这次咱们既然出来，就是要像当年爹娘一样，在江湖上搞一番大事情。姐能带你跑出来，一切就包在姐身上。你看我像不像？到底像不像？像，我非得贴这个疤吗？当然要贴了呀。爹当年就这样，挺好看的。娘喜欢爹啊，就是因为这疤好看。所以啊，咱们这次出山，不说重现爹娘当年风光，起码不能辱没家门。不然我们这样，先练一下保命绝学。那你开始吧。看着。少侠在上，小女子甘拜下风。像不像少侠？我像不像少侠？少侠不像。怎么不像？我见过娘这么跟爹撒娇。姐，要不咱们回去吧。你怕什么呀？大不了我去求爹，爹最宠我了。是少宠没了，爹最宠的明明是娘。哦，李明叔，你就是嫉妒我。嫉妒你怎么样？你要我啊？